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简简单单的体会异国风情和自然风光已经完全无法满足小伙伴们的心理需求了，因此很多人选择另辟蹊径去挑战一些惊险刺激的景点。不过说实在，景点和景点之间危险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下面这三个，第一，薯片岩，位于美国加州，这几年来广受探险爱好者的青睐，光看着就知道这块岩石有多危险了吧，简直就像一块纸片一样，让人怀疑往上一站就会断裂。但是事实上这块一是本身还是挺厚实的，只是因为拍摄角度不同才会造成这种视觉欺骗的效果。第二，奇迹石，位于挪威谢拉格山，相比前面的薯片岩，这块石头的危险性可是货真价实的，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就这么硬生生卡在悬崖之间，而且感觉卡得还不怎么牢固。要是觉得站上去还没啥，那你再往谷底看看，这超过1000米的落差保证把你吓得一屁股坐下去。不过说实话，敢站上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三，大象王国，位于泰国，虽然说是大象王国，但游客基本上都不是为了看大象，而是为了给鳄鱼当盘中餐来的。看看这湖里密密麻麻的大鳄鱼，园里还有特制的小船，可以让游客乘坐在船上钓鳄鱼。不过为了安全着想，目前这里已经全面禁止游客进入。这三个危险的景点，你最喜欢哪个呢？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